配合数位机会中心的教育推广，德佳六万国小日前举行祖孙啊甲新移民亲子干部比赛，来自德佳的参赛小朋友甲处理人做伙设计电脑干部，并且用演讲的方式进行比赛，增加了亲子的互动，并且验收到电脑资讯的应用能力。真侪小朋友唔知影故乡的故事，是需要透过阿公阿妈来讲，互因知影。亲像来自石岛中兴国小的吴婉慈同学，是向阿公做了解石岛地名的来源。有一粒石头公，面顶有仙人的脚印，生一只岛，啊，阮的祖先就改号做石岛。原因石岛的地号名就伫遐来的。这个简报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说。其实读书重要，但是身教来得更加重要。这是上午在德京六万国小所举办的祖孙和新移民的亲子干部比赛，是吸引来自德京乡各国小的小朋友报名参加。而其中是强调用电脑来操作干部的内容，并搭配着亲子的合作，做伙用演讲的方式来介绍故乡的故事。阿公，这个物件是啥物啊？咱石岛的名产。地黄，地黄是谁照顾的？卡水，地黄是阿公顾的。那透过呢祖孙跟他的爸爸妈妈好，还有阿公阿妈之间哦，让学生哦彼此互相去讨论他们要决定的主题，然后针对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地方特色或者是学校的课程来设计一系列的简报。那今天呢来参赛的队伍哦都非常的棒哈，能够把他们社区的特色好，那透过简报的模式哦，甚至用多媒体的形式好来表现出来。那在整个过程里面，那我们看到了亲子之间的亲情哦，祖孙之间的亲情。那因此呢，我们有跟辅导团队湖尾科技大学好在研究明年是不是我们把这个活动再继续的扩大举办，好把它办理下去。六万国小表示，学校内底数位机会中心一年当中有开20班以上的新灵电脑班，算是负责推广着资讯教育。而亲子干部比赛除了增加着亲子的互动，也算是验收资讯教育的成果。世新新闻大概发的家乡蔡宏报道。